林老师发火冇后悔，成夜都撑。我唔相信佢系香港人，我睇唔顺眼你系听政府讲话而去，我真系要做官啊！你喺度做咩？你真系好无理。林老师当日仗义执言，受到连环抹黑，一班亲中团体就梗系有你冇你，继续声讨啦。香港家长联会同香港行动就吹鸡，听日喺旺角行人专用区搞集会，预计会有500人。阿姨，呢个发起人就系呢个前警员，咁啱又系爱港力嘅核心成员，咁啱得咁巧咧，爱港力听日都喺同一个地方搞反占中活动，加埋抄林老师嘅网民都会嚟踩场，喺街头混战真系一触即发啦。唔知到时正心 B B 会唔会又踩台呢？但林老师就阴功啦，因为有人送花圈去学校登嘢，搞到佢失眠啦。我担心小朋友同家长，但就唔后悔当日挺身而出啦。爸爸就闹爆警察工会，同一众左派放大件事，好荒谬咁话。咪系啦，连华员会都发声明加多把口，话好多纪律部队担心开工嗰阵俾市民辱骂，连教联都要求立案调查林老师。但韩连山就话唔可以单凭一句粗口就话佢违反操守噶，要睇佢咪履行公民义务。唔使惊，仲有直爷撑佢。我成即使要死，死于伪善和语言洁癖就太不值了。我独爱 Legaster 格斯图特浓烧脂咖啡，好味 slim 到万年独卖。